积存期邀您观看我喜欢你，既要精致美食也要璀璨颜值，积存期小金钻比鼻霜，长效遮瑕持久清透，喜欢你没道理。 ABCD订酒店就同城，两亿用户都喜欢的同城旅行，邀您观看我喜欢你。还不赶紧干活去，把洋葱切了，把土豆皮削了，把虾进炒了。 OK， 没问题。都等一下啊，听说今天我们酒店有贵宾的，是我们幕后的大老板，未来的金主，万一他待会儿来我们酒店，看你们一个吊儿郎当的样子，非给你们开了不可。沈南，咱中午开个小灶。业务繁忙不碰啊。就做你那道耳光炒饭，用不了几分钟。一分钟五个土豆，几分钟就是我一盆的业务。再说你想吃，不能自己做。我哪能做得出你顾大厨的味道啊？就你那道耳光炒饭，那我是日思夜想啊，简直就是米其林的水平。再说了，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吃，王师傅也想吃，是不是？沈南，您那道炒饭味道确实不错。既然都想吃的话，那我就去备菜了。得嘞，咱得去储藏室做，不能被于师傅他们发现去告经理的状。对对对对，还是你心思缜密啊！对对，哎，帮我削完啊！好嘞，哎呀，耳光炒饭，我怎么削上了？耳光炒饭。
工炒番茄鱼好吗？还差一味料。哎，不用那么讲究。我回去拿，贵的饭先别动啊，等着啊。能吃就行，不让我动锅里，那我就动盘里的。喂，妈。喂，喂。妈，这里信号不好，等我啊。喂喂喂。我可就完了，难道是他点的火？这的火是不是你抽烟点着的？杰作，啊！行啊，你工程男，能耐不小啊！好好的一锅，都给烧成官窑的了。说吧，红火呢？对不起，对不起，我求求你别把我搞出来！我求求你。问你呢，有没有同伙？一个人，我一个人干的。行，工程男，好样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是吧？我成全你啊，扣你半年工资。半年工资？不是沈经理，半年工资那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再说也没有什么损失啊，不就是烧坏了几块破桌布，我赔，我能赔，我赔新的。喂，知不知道当时收购的人就在酒店，酒店收购价直线下降。你必须给集团一个说法，严惩肇事者，处理不好你也不用干了。顾胜男，你被开除了。啊，
陆总，作为餐饮部经理，我代表紫金酒店欢迎您入住1123房间，并且希望您在入住期间用餐能够愉快。速度，准备吧。我们陆总还没有决定要住在紫金酒店，他希望你们可以把贵酒店最好的菜品送到1123来。哦，好好好。就怪你，你知不知道酒店收购的？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你偏偏在我开小灶的时候来，害得我被开。那我就只有诚挚的祝福你一下，祝福吃方便面没调料，祝福你买易拉罐没拉环，祝福你定闹钟它不响，祝福你吃什么都不香。沈经理，哎，这我要吃下去，估计这一排牙都没了。算了吧。啊，那我让他们重做。不，换一道。啊、哦，意大利青酱面，加州至尊汉堡，蔬菜脆脆酥，墨西哥鸡肉卷。太厚了，还是说这个是拿大蒜做的面条？换。西班牙薄饼，酱是不是过期了？换吧。这幺幺二三客人这嘴可够刁的呀！不是，他是不是故意在找茬啊？这不是找茬，这是找揍。他也不看看这是哪儿，走，找他去，找他去，走。哎，找啥？找什么呢？又吵吵什么呢？这幺幺二三这客人啊，太欠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退菜了，这是对我们整个后厨的侮辱啊！没错，没错，把他撵走，撵走他。哎哎哎哎，都给我打住啊！我跟你们说啊，就这幺幺二三的客人，你们谁都惹不起。呀哈，惹不起？那我倒要会会他。我看他到底是什么来路，还有我们紫金惹不起的人。什么紫金？人家就是来收购紫金的。收购？收购？哦，收购啊！不是沈经理，那你看看，这所有大厨的拿手菜全都给退回来了，已经没有菜了呀。是啊，各位师傅，我有一道。陆总，不用试了，没胃口了，端走吧。你们酒店的厨师呢？这水平我们陆总已经领教过了，不要再伤害他了，好吧？别，陆总，这是最后一道菜了，我端都端来了，您就尝尝。怎么端来的就怎么端回去吧，就当这事儿完全没有发生过，好吗？啊？哎，等会儿。哼，看见了吧？肯定直接给倒了。哼，是给倒了，全倒肚子里了。等会儿，
虾头炼出的红油最大程度上锁住了虾的鲜甜，而隔夜硬饭能迅速吸收这些香味，在米饭里加入蛋液，让每粒米都变成包裹蛋液的黄金蛋炒饭，咸蛋黄则是连接它们的灵魂。用煎好的午餐肉蘸上68度焖煮的温泉蛋，就是最好的搭配。每种食材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了解它们，用适合的方法烹饪，再普通的食材也能成就别样美味。那个陆总，这道菜您还满意吗？你们酒店经营成这个样子，其实早就应该倒闭了，但没想到厨房里还藏着这么一位厉害的厨师。这道菜叫什么名字？炒饭，耳光炒饭。多特别的名字。那我能不能见一下这位耳光炒饭的厨师？不能，不是那个陆总，是这样的，其特别巧，那个我们这位厨师啊，刚刚去歇年假去了。炒完饭就去歇年假，真寸呢。哎，对，很巧。可惜了。可惜了。哎，怎么可惜了？可惜你们酒店被收购的价格又降低了。啊不，那个陆总不可惜啊，我现在就让他把年假取消了。幸福是什么？就是一蔬一菜、锅碗瓢盆、衣服包包，藏在生活的每个细节里。但他们都好费钱哦。还好我有唯品会，衣服、厨具、日用品，3折就能买到，品牌特卖就是超值。上唯品会搜“喜欢你 ”，get 我的同款好物吧。这种事儿呢，行，你等着，我马上过去。徐小弟，我到了，你人呢？说好10点钟会和你。我在派出所呢。派出所？你又被当成可疑抓进去了。顾胜男。我遇难的时候，你就不要在我伤口上蹦迪了。我是来补身份证的。啊，昨天约我蹦迪那个贱男，一定是个惯犯，还顺走了我的钱包。我认识他1个月了，竟然没看出他是个骗子。怎么了？我这不单枪匹马来替你报仇了吗？啊，你赶紧的，地区我已经到了。1、2、3、6。玻璃是你砸的吗？知道砸别人车是犯法的吗？既然你都知道，跟我们走一趟吧。胜楠楠，哦，我到了，是我在D区。哦，叫声我都能听见，是 B 呀、啊，是阿波斯的那个波，不是的，是 B238。你是不是搞错了 ？A B C D。A B C。哎，现在怎么办？
请问你是哪位？你为什么会在我的车上？你见过？他应该没认出我。우회우회요사람을잘못봤어요우리만났기냐이찬아당신거예요멋있다진짜멋있다그럼아들이겠어요네겠어네가지마아가씨이거봐서안봤어어떻게알거야많이봐너한국사람이야其实我可以说一点的中文。你说的中文很溜，刚刚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听见了。中国人吗？以后请说母语。是我错了，是吓得我不敢了，对不起。啊，疼疼疼，松开，疼。松开，可以，回我车上。车。好，我松开。那我报警。哎。开始你的表演吧。不是，叔，我真的错。110还是直接公安局？刚才怎么塞的？再塞一遍。表情？刚才是不是还哼着歌呢？再哼一遍。这个面它有长有宽，就像这个碗，它有大有圆。就这一句吧，行，差不多够了。下车。叔，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证据已经有了，去自首吧。叔叔，咱有话。不要再叫我叔叔，我们不认识。我保证，我保证，我给你恢复到原样。我就是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你别碰，这个、你别碰了，我说了，你别碰了，你别。保持距离。我赔给你，你开个价多少钱都行，我全部赔给你。好。少什么？纸。要不你写这儿。后续事情就打这个电话。如果半个小时之内没有接到电话的话，我就报警。慢点开。
我有证据。视频，你没挨揍吧？没挨揍，就是欠债心虚，心里懒难受。人没事就好啊，赔偿的事儿啊，你自己想办法吧。是什么叫赔偿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徐小姐。我是为了去给你报仇才把他灭口。我知道。可是你想啊，现在情况呢，就好比是，那有人落水，你见义勇为呢去做人工呼吸，结果吸错了人，反被告非礼。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啊，这个情况呢，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还不是因为你自己多管闲事，卖家水孽，啊？我还有一个几百万的大单子要谈，我特别忙，我先走了啊。你先去吧。学长姐，你们怎么了？我又没给人做人工呼吸，有病啊！一长加两厘米。一长加。袖长加两厘米，袖长加。哦，对了，胸围帮我再缩两厘米。哎，不对，老板，那个胸围已经是 A 罩杯了，还怎么缩呀？这是我的衣服。哦，兔兔，你连男装女装你都分不清楚，你怎么找男人？第一天来上班。拉着。你先去忙。你说徐招娣这个人，他贱不贱？我看是你贱吧，一大早饭也不吃，见义勇为，还是为了徐招娣这种。不是，老周这回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忘了上次你们俩？陪客户被当 K 姐抓到派出所，还是我去捞你们的？不一样，不一样，都是和男人有关系的破事儿。我这回算是长见识了，下回再遇到这种事，我200%再也不出马。求求你再帮帮我，兄弟帮帮忙。哎，你妈是我表姐，我是她表弟，我和她是亲戚，跟你呀，充其量就是个闺蜜。那你就当做闺蜜的身份借我点钱好不好？那你知道什么可以让闺蜜快速的变成塑料姐妹花吗？我知道，肯定不是借钱。当然不是了，你跟舅说多少钱？出什么事儿了？我把面条子塞到人家法拉利。法拉利？多少钱？你去 4S 店的话，我陪你去取。好，那你快点给我。妈，紫金酒店的项目进度怎么样了？哦，我还在考察当中呢。酒店设施比较陈旧，人员培训也比较差，关键还有很严重的消防隐患。行了，这些分公司的人已经跟我汇报过了，不划算就早收手。好，我知道，时间成本嘛，尽快搞定。您没有别的要跟我说的吗？我今天约了客户谈事，你早点休息吧。就这样，挂了。啊，谢谢。
tear. I don't know how you can take it, but I keep on thinking about you. You've been on a manifest since I saw you smiling at me. Your smile. Maybe I'm just fine.开心，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是不是第一个来祝你生日快乐的？苏海银行是第一个。啊，但没关系，没关系啊，反正我是第一个来送你礼物的。对啊，我专门找人，给你定制的，花了大价钱。它看上去是一个如意，其实它是一个南瓜。OK， 那它到底是个南瓜还是如意？南如意吧。有可能不是南瓜，不知道什么瓜。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你这样吧，你也别吃遍了，咱们出去嗨一下，办个生日 party， 找一帮姑娘们，这么开心开心。预算给你批了，你自己去吧，我不去了。哎呦，谢老板，真心的。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恭喜发财，祝你身体健康。哦，给你拿钱啊！哎呀，没事儿，待会儿给我两瓶好酒就好了。你瞧你，怎么那么抠呢？哦，想起来了，二舅还差我两份炒粉钱呢。二舅，二舅，王阿姨，哎，盛楠来了，你看到我爷爷了吗？啊，爷爷去你二舅那儿了。又在吃炒粉呀？吃了这么多年你也不腻啊？怕不是对我爷爷有意思啊？这你都看出来了，你说你爷爷他怎么不明白呢？你放心，你们俩这个黄昏恋我绝对给你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好不好？你瞧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哎，丫头，这么晚了不睡觉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哪有什么事儿啊，不是想你了哈哈，来，肉就走，慢点。我说，丫头啊，你又发晚了。你怎么知道？你前脚刚走，大喇叭就在后面跟我说了呀。这个大喇叭他真的是人如其名，嘴上也没个把门的，跟你说这个干什么呀？你不用替我操心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这种天才厨师，中西合并，很容易找到工作的，很容易的。都叫你不要干厨师这一行嘛，你不听，还非要干这个厨师。这跟做厨师有什么关系啊？啊，只是因为现在我运气不好，又碰上特殊时期，就被抓了个典型。你别 diss 我的职业， diss 我的职业就是 diss 你自己，你自己不也是厨师吗？我跟你不一样啊，我是老板，你只不过是个打杂的。收着吧，
不是来要钱吗？哎呀，我知道，别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不会白给你啊。爷爷呢，心脏不好，要是哪天突然走了，膝下无儿无女的，到时候啊，还得指望着你替我送终呢。拿着。哎呀，你别瞎说，你身体好着呢，你什么膝下无儿无女的？你没我爸，怎么来的我？哎，你不要提在南非你那个爸了，你一提到他呀，我就一肚子的气。我这一气啊，我就要上厕所去了啊。对了，你给我待在这儿，不要乱跑，千万不要去动我的炒勺，知道吧？我今天不想动，我累着呢。好了，来，收拾啊。老板，一份炒粉，一份西茶夹。来了。偏偏在这时刻，嘴角沾满了奶沫，你傻傻看着我，眼里充满了困惑。Warning，Warning，Warning，温柔让我的脸颊发热，抵过你的纸巾，眼睛不由自主的闪躲。No， 再来一点独门秘制的顾小料，大功告成。童话里的爱情这次轮到了我，王子说先听我的，咬了一口苹果，酸酸甜甜的说不要白马，要不吃火锅。再次相遇有点苦苦的，还好是你不犹豫，你不犹豫大声宣布爱上了你。西里花甲谁的？谁的西里花甲？是你的吗？我还没点。请问你找谁啊？哎，谁在里面啊？
你有什么事儿吗？刚才的那位女厨师，我可以认识吗？Beyond a metaphor, since I saw you smiling.